我们是去哪里的？哦，玩水的。嗯。坐第几排啊？哪一排最不湿啊？第一排吧。以你的经验来说呢？我觉得第一排刺激好玩，湿应该还好。那个有雨衣也没有用，没用的，就是穿雨衣。雨鞋胶的应该 OK 吧？嗯，对了，对啊，对。我绑紧一点吧。哎呦，快拍快点，美的嘞！哎呦喂！这个画风，钢铁直男跟少女的区别就在这。哇！来了！哎呀，我怕。然后就一下，哦，完了，啊，好惊啊！你还可以哎，都是。还要聊一会天，哎呀，这么快啊！哇，直接，他不跟你那么快、啊。姐，你的帽子嘞！姐，你的帽子嘞！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感觉落难呢？带你来吃苦的感觉。谁说坐第一排了？谁说坐第一排了？